当然我们来到这个古里毛，我们一定要找这当地的这个美食嘛。对，我们这当地到底出名好吃什么。对咯，古林坡有流行一个 cake 叫做鸡蛋糕，是用鸡蛋做成的糕，叫做鸡蛋糕。来，谢老师念一声。OK。鸡蛋糕。鸡蛋糕。对啦，就是鸡蛋糕了。走了。egg cake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哟，很软，很爽，很好吃啊，很香。讲哦，古林有一个很漂亮的瀑布 ，Jason。对了，就是我们这个Sungai Sedim 瀑布。Sungai Sedim 瀑布，古林这边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景色。我们主要是低糖低油，水都不会很甜，对吧？对，不会很甜。居林古林这名字对你们来说有可能是很熟悉，但又非常陌生。那么如果你们想要更了解古林有什么好玩好吃的话，就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守住北马搞怪团的爬爬照吧。拜拜。